得6.6以上起评分的动作，对，才能让他达到这个16分。这个双杠的高度已经不让升高了，但是宽度可以自己调整。对，根据运动员的肩宽对做调整。现在器械的升高必须要预先提出申请，啊，没有提出申请，你擅自升高的话，扣掉0.25。现在女子还规定24小时，必须经过高级裁判组的主席的书面确认以后，你才可以把这个高低杠每个杠升高5公分。对，我觉得这样的对运动员也好，特别在决赛的场面，就是说你不用忙到着，就是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升这个器械呀、啊，然后调这个器械，占用很多时间。来看一下这套双杠。180抽到力，大环转你360抽到力，向后大环转抽到力，前半转你180抽到力，啊，这前半转的270乘横杠抽到力，然后长转屈伸上分腿慢起抽到力，这是个 B 组0.2。他的下巴不错，这个运动员给我感觉就是完成一套动作的这个还是比较交代比较清楚，也比较干净。